你见过虫世的四季吗？万物复苏，桃李争妍。春天蕴含着饱满的活力，校园学气沛然，芳草茵茵，书声朗朗。玉树成荫，百花盛开，炎炎酷暑，虫师人辛勤耕耘。坚守一分静气，任时光流转。秋风习习，丹桂飘香，天高云淡，大气磅礴的虫师人绘就青春画卷。瑞雪纷飞，银装素裹，立寒冬，至于肩，造就了淬炼生命、磨砺人生的勇气。博学敬业，为人师表，是老师们奉献的写照。自强不息，躬行师道，无数榜样激励我们奋力前行。立教无类，以文化人。经历过虫师的四季，学气、静气、勇气、大气在潜移默化中涵养，默默种下希望，等待四年成长，一定会开满青春之芳华。站在梦想的新起点，期待你绽放绚丽的人生。